幸的今天早上到嘉义的公庙拼选举，而离开的时候呢，没有想到碰到一名女子偷亲他。来看一下当时的状况。热情女子要求合照，赖清德也停下来配合，可没想到合影之后，这名女子突然抱着赖清德的脖子就这么的亲了上去，这一举动让后方的维安吓到，赶紧把女子拉走。这维安上是否有漏洞，恐怕国安单位得说明。尤其今天早上南韩才发生最大在党党魁李在明遇刺送医事件，选举进入最后冲刺的阶段，候选人们的维安也不得马虎。